最近无线新剧《廉政行动2024》宣传，陈山聪其中一幕要为任务同陈星如扮演父女，佢就话感觉赚咗。其实即系因为今次喺个戏里边，监制都话即系想我做一个暖男爸爸咁样嘅角色啦，即系当佢哋我哋下边一班仔仔女女咁样啦，咁啊凑住阿星如啊佢哋。但系你有阿星如咁大个女咧，会唔会接受唔到啊？觉得？唔会，点会接受唔到啊？咁靓女系咪先？而张希文亦要饰演个性火爆兼要陀 B 嘅首席调查主任，竟然就被误会，真系有咗。我都攞咗个简号翻去练咗几个星期啊！成日都顶住个肚咁样，初时即系我都喺度学点样行啊！啲 crew 有一排我冇开剧嘛。啲官有啲唔敢出聲，以為真係大肚啊！真係有人問啊，佢話：咦，佢係咪真係大肚？所以就即係都呈現到個大肚婆嘅感覺出嚟。